11月18日，汪峰在微博上晒和章子怡甜蜜后台合影，为章子怡节目打 call， 两人的感情真好，经常秀恩爱啊。汪峰微博配文：听说你们今晚母子相认，那我呢我呢，发一张给力的合照。汪峰为章子怡节目打 call， 同时出现在合影中的还有王俊凯。其实之前章子怡和王俊凯两人因为节目曝光的片头中互怼，在网上引起热烈的讨论，但看得出来章子怡还是很喜欢王俊凯的。汪峰、王俊凯、章子怡后台合影，章子怡倚靠在汪峰的身边，好恩爱。不过最抢眼的还是章子怡的尖下巴，章子怡的这个尖下巴好尖啊。章子怡在娱乐圈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很瘦的，就没见她胖过。据悉章子怡和王俊凯在节目中将会演对手戏，一个是当红小鲜肉，一个是一线演技派，两人演对手戏期待了。11月16日，章子怡发出一组剧照，并配文表示：满目繁华终归沉寂，念你于心间，我泪中带笑，想着我心中的胭脂扣是不应被解，匆匆一见却又挥手再见，致敬经典，致敬我们永远的偶像。照片中是章子怡与周渝为致敬经典剧目《胭脂扣》的剧照，身穿旗袍的章子怡气场全开，不仅身材曼妙，气质也颇有民国特质。周渝为也是温文儒雅，但是从照片就能引人入胜。